尾，卖力热舞，表情到位，面对镜头一点也不害羞。陈梦杰外号小周子瑜，我那时候说我自己像杰西卡，然后就是他说，其实我觉得你长得比较像周子瑜，那一次失败太可惜，所以想说，就是自己训练自己一年之后再回来挑战一次看看。明星脸的好处就是第一眼让人印象深刻，像谢嘉涵有着健康肤色，加上帅气短发，有点神似金马影后桂纶镁，专长是游泳，就是早上会去晨跑。一个月就有13000人报名模特儿选拔赛，模特儿出身的陈思璇、王颖平和刘以豪也分享参赛秘诀。在自我介绍跟你要怎么跟其他参赛者区别出来，这很重要。台上真的会紧张是难免的，可是我觉得自我心态要调整好，然后态度也是很重要。我们要看的是本质，我觉得所有的比赛最基础是看这个人的本质。要挤进模特儿或演艺圈宅门可不容易，除了要有自信，也要有才艺。不少参赛者拥有明星脸，虽然会比较有记忆点，但评审强调特色才是最重要的。记者谢文祥、罗怡锦台北报道。